怎么着，几位跑这儿分赃呢？啊，你小子跟踪我，你们当我是三岁娃娃呀？啊，说骗就把我给骗了。来看清楚啊，瞅仔细啊，这可是陈峰亲手给我签的凭证，白纸黑字的。他说帮我搞到万寿糕，我可是给他一大根大黄鱼啊，可人呢，他不见了。拿走。是。识相点啊，乖乖的把人交出来啊。这是个圈套，陈峰被抓走了，我们和你一样都在找他。被抓走了？抓哪儿了？啊，你们是合伙在骗我呢，逗我玩呢？啊，兄弟，当初你和我要时间，我可是给过你时间了。别过来，别逼我啊。